兄弟们，这怎么又让我遇到赛车小子了呀？也是掏出喷子开了几枪，本以为这样他就走了，结果谁知道这小子一会儿给我来了个回马枪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真当我留不下你啊？先扫一波，躲一下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嘛？为什么每次这赛车小子都能预判我的走位啊？真是心太炸了，咱们来打把杜亚岛吧。没想到我心态更炸了，什么意思呀？直接就给我打鸟了，这是？那我肯定不服呀！重新飞回来拿捏套吧，还敢干拉我？哎。不是你干嘛？那我正面打不过，我当溜子总可以了吧？注意听脚步。哎，嘿嘿，不是被我溜了吧？啊！我操，我他妈不玩了，搞什么？不玩是不可能的，兄弟们，那分也得上啊！我去，不是，这怎么溜了个人啊？楼顶还有一个脚步声，这个位置不好打，咱们先翻进去。我的，得亏我翻进来了，这小子。开门声，他进来了，咱们加下门口。来了。还有一个鸡哥，兄弟们真的不错。这边正准备出去找人打呢，结果刚跳下去看到一个黄色的螳螂，全图找人打，这刚出来就碰到我了。还有这波，兄弟们你们注意看，这个人怎么看都像个人机啊，但是当我过来的时候怎么突然变成真人了呀？兄弟们，我真的以为是个人机，打了三枪，咱们直接切喷子跳。哎呦我去，直接开明刀了好吧。刚打完要进房子的时候，就听见上面还有一个脚步声。我丢，这是想溜我呀？那咱们绕一手，咱们溜他好吧？哎，看到了，盲扫一波，嘿嘿嘿，也是成功拿下本场白太王。这一块一直有枪声，咱们来这当回老六。哎，后面来脚步了，这不就来活了吗？兄弟们，蹲他一下，来了，哎嘿嘿。这里已经不是圈了，你们注意看这个地图，虽然说直走进圈很近，但是我还是选择从科学馆绕一下。周边的老六一直不露枪，一会儿一进圈就全出现了，还是从圈外绕比较安全一点。哎，还让我收到一个人头，这圈也不用太着急进，咱们可以在这个高点观察一下，看哪里有人。好吧，好像是一个人也没发现啊。不等了不等了，咱们直接进圈。搁这走着走着，你们注意那个房区，我去，这怎么有个人啊？他好像发现我了又跑回去了。这里不安全，咱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哎，这里就挺安全的，铺一个烟吧。啊，我这左手边怎么还炸雷了呀？咱们赶紧走，兄弟们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就这个房区了。哎，看没看到？山坡下来了，看能不能留下。我丢，打了三枪，不着急，这个人下面房区还有人。哎，太阳下去了，然后你们注意前面这个门。关上了好吧，这个人去对付后面那个了。正好也刷圈了，我这里不是圈，趁他们在打架，咱们赶紧铺烟进去。现在场上除了我就三个人了，其中两个人位置已经确定了，在前面这个房子里，还有一个估计在主楼溜着呢。你们注意左边的淘汰播报，哎，嘎了一个，咱们直接上，先把脸上这个解决了，先给他疯狂灌一波投掷物好吧。哎，就是闪，再扔颗雷，这个雷没扔进去，他出来了，我要过来呀，给地上铺颗雷。没炸到，咱们再拔一颗，在那个草垛后面。哎，也是成功拿捏好吧，咱们在这打波要注意听脚步，听到没，主楼的动脚步了，动了一声，打好药咱们直接给他掐颗雷，就在门口。我去，扔错门口了，在另外一个，咱们直接切喷子盲喷一波。哎，最后也是成功，吃鸡儿。